小猫咪吃鱼。小猫咪吃鱼。小猫咪天天都要吃鱼。小猫咪天天都吃鱼。可是，爸爸今天没有钓到鱼。没有钓到鱼。妈妈。做了。一桌子菜。招待客人。再看一闻。没有鱼。小猫咪不肯吃。还生气地跑了出去。跑了出去。外面真冷。小猫咪饿了肚子。咕噜叫。还是回家吧。看他们吃的那么开心，也都吃得那么开心。也许那些饭菜，并不是那么难吃。真的难吃。我也想吃吃看。我想吃吃看。小猫咪说。哇！这些东西。都好好吃啊。好吃啊。原来。除了鱼。还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呀、啊。这么多东西呀。小猫咪。再也不挑食了。为什么这天小猫咪没有鱼吃？因为爸爸没有钓到鱼。没有。小猫咪后来为什么又开始吃其他菜了？因为小猫咪看到其他人吃好像很好吃，所以才。